兄弟们，大乌龟、小乌龟我们都见过，但是这个两颗龟是什么意思？咋的？你条件好，还整个两室一厅的房子？不是，那个是人家条件好，这怎么还能有个连体龟？现在海洋里的生物都已经变异了吗？我的妈呀，这也太可怕了！你两个长得奇形怪状的，这个更可怕，两条腿的猪你们见过没有？反正是我没见过。你看把猪逼的，硬生生的学会了直立行走啊，有啥大惊小怪的？这还有一只长了翅膀的猪呢，我严重怀疑它是不是天蓬元帅转世啊，这长大了指不定还会飞呢。这不得不说，现在的动物是长得真是让人头疼啊。但是你这一条腿的青蛙怎么蹦跶？哎呀，这又是个啥物种啊？这耳朵长的说是兔子吧还不是，这是什么品种啊？我的妈呀，这长得也太奇怪了。嗯，你瞅来瞅去的看什么呢？难道我长得很奇怪吗？看你那张脸长得好像百巧拍过似的。